来，我们先拍一个照好不好？我觉得看这个满杯的程度啊，应该是工作人员在整你们，好大一杯哦。酒杯会再低一点。来，我边看好不好？来，视线统一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就挑战15秒喝完它。快点，开车啦！因为他开车，你就喝一口再一下就好了哈。那你的那一杯啊，就让温岚再帮你喝掉哈。那你就请他两杯哈。